肯定是很期待，因为 off season 是蛮久的，所以可以回到这个职业篮球的环境，我很期待。不但是这样子，我去年的都是虽然我是代表客队，可是来新庄体育馆的时候都是很嗨的一个环境吧，所以我也是很期待。肯定每一个球队每一个球员都是很厉害，基本上如果你能打 EASO 就是代表去年的一个表现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是蛮大的，就是我们也是蛮努力的在练，然后我们的 training camp 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都是已经有一点自己对自己有一点烦了，因为已经连这六个礼拜就是我们一直打自己，所以可以打别的联盟的球队，我觉得是很有趣。我们今天有看了一些他们的影片，他们的打法就是非常职业的，就是很聪明的打法。基本上，如果你犯什么错误，如果你突然睡着了，他们肯定会抓紧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球队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球队，不但是这样，他们的球员很优秀，不但是洋将本土全部都很优秀，会带来蛮大的一些挑战所以。明天应该是蛮精彩的一场比赛。